可爱猫猫大量出没，但这里不是宠物店或是猫咪主题餐厅，而是新加坡顶级游轮。我们特别定做了这些笼子，主人能够在这里享用晚餐，猫猫也是可以享受风景。新加坡豪华游轮皇家信天翁号继2021年狗狗游轮大受欢迎后，八月业者再推出猫咪游轮，每次航程最多可容纳130人和15只猫咪，饲主可以带着至少4个月大的猫猫，在2.5小时的航程里，沿着度假胜地圣淘沙岛航行，民众还能享受最多7道餐点的晚餐。因为猫猫在陌生环境的时候，它们不怎么会爱吃，我们也不要逼它给它吃，所以我们给主人给了这些小小的食物，给它们带回家。业者熟悉猫咪习性，还提供外带食物，将猫黄需求摆在第一顺位。游轮夜生活，猫猫自然也不缺席。因为没有带猫上过游轮嘛 ，experience 一下也爽。The cats are cute, right? We're not cat owners, but the cats are cute. 就连其他乘客也无法抵挡猫星人可爱魅力。目前皇家信天翁号已经出售超过200张门票，每张售价约为台币5300元。确保宠物能够安全体验，业者也向多家动物福利组织征询专业意见，让饲主和自己的毛小孩都能玩得开心。So, Louis, can you tell us how your experience on the cat cruise has been so far?业者抢占宠物商机，让民众能够带猫咪出海。豪华游轮之旅如今已不再是人类专属的休闲活动。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。